开始我是大学上先修课那一个礼拜，我想记录一下当大学生的第一礼拜。对，就这样看下去。然后其实今天是我去大学上课的第三天，然后前面两天因为我就是还在进入状况当中，所以我就没有拍很多，但是我还是有稍微拍一点，然后就等到第三天才录这个开头。就要先快速带过我们第三天没有真正好好的记录的这三天都在干嘛。第一天的时候呢，我一直迷路，因为我们学校太大了，然后我就是在学校里面找不到路，找路的时候就绕了很久，然后才找到饭吃。第二天呢，我认识了新朋友，有参观学校。我学校很大，然后又有很多卡坡的路段。昨天回家之后脚就超酸。我已经下课要回家，然后今天第三天就是有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早上有一个 oral presentation， 然后就是要上台演讲报告这样子。早安，今天是那个上先修课的第四天，好，现在要走去教室的路上。Your life in the daytime is over. You don't know me. We were shot like a jacket, so do yours. We would roll down the rapids to find a wave that fits. Can you feel where the wind is? Can you feel it through? 现在五点，然后我们下课了。这个是我早上买的咖啡，因为我昨天晚上超晚睡觉，也需要一杯咖啡。早安，今天是我昨天三点才睡觉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爆牌来准备好。我太热了，好想睡觉了，现在。今天是礼拜五，我们下课了。我今天看起来超开心，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功课都已经完成了，剩下最后一天，觉得轻松一点。今天天气很凉，跟前几天比起来有风，然后又没什么太阳，很舒服。早安，今天最后一天。我今天睡过头哎，是要八点才起床。我刘海变超直，因为我们刚刚淋雨。耶！我下课了，今天比较晚，因为我们刚刚。今天最后一天，然后我们就要留下来拍照。这就是我的这个礼拜，然后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。